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哈，请大家多聚会归三宝。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教众尊，皈依达摩利约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教众尊，皈依达摩利约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教众尊，皈依达摩利约众尊，皈依精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677页，第四行最后一句：无为者，如闻无所为。参考资料843页。下半段，这是建立三藏法所内面所解释的。诸无所谓，出《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内面所讲的。诸事，这四种无所谓啊，通言拢嘛叫做无为。为什么？有佛十力，十力之地雷冲明了决定。头前咱就 OK 啦。如来菩提上有十种殊胜的啊能力，叫做十力。这个啊，不是外来，是诸圣本殊苦集。华严经和咱讲，一切众生。该有如来智慧德能啊，拢总拢有，佛所有，咱也拢有，所以才会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这个十种是六算，那古一个例呢，或者是把它分作十多类，每一类里面德能啊，拢也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华严经上，每一种拢讲十种，啊，十是代表圆满的数字，代表无量无边，代表
无止境的智慧的灵。将实力咱学过了，只要有一实力啊，七十种无量无边诸行的德能，所以我在大众当中显示出四种无为啊，无为者有魂无所为，如有大众中说法太怜无为之德也。那这里有四种，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是记录三种法所啊，嘛是讲这个代志啊。啊，是由佛是立志地雷枪明了决定，国无大将中还有所说，皆无恐惧之相，果明无所谓。啊，念落嘛是这落三种法所的呀。啊，原文的拢完全共款的啊，这个有四种，第一种一切地无所谓，一切地家无时间出时间，一切诸法真谛真见呀，是故为一般人，特别是现代，伊未相信啊。伊讲这神话啊，啊，这个世间，佮加出世间。一个人哪有可能完全知影？但因是完全用家己所想象的来做断语啊，决断讲根本是无可能，就亲像其他一般的宗教啊。精神请上帝转地转灵，你跟人讲，人讲这是神话啊，也未能接受啊。那你能接受未？但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虽然无证到，但是佛菩萨那是讲得太多了，那么听真多会相信啦。为什么一切法那神奇呢？哎呀，多啊！要做《坛经》里面讲的，我去自性人性满法啊，无量无边的一切法，真正是讲未尽，无办法形容，不可思议啊！对来自性变的啊，
啊，自性是什么款呢？嗰、那个人有两句话形容，讲伊大，大到什么程度？无我，啊，找未着我，找未着边界，讲伊水咧，水里无来。啊，到底有偌水，你也讲未出来，你嘛找无啊？啊，弥勒菩萨甲咱讲呢，这是佛经上中讲的啊，我上中讲的。阿赖耶的相分啊，都是物质现象，都是万法。阿赖耶未当生，未当现。会生会现的是自性啊，啊，所以灵大师已讲咯，何其自性，灵性万法，性是什么？真心，真心有偌大呢？无穷大。那所生的万法有偌多呢？无量无边，无边际啊！啊，谁人知影呢？华严经上所讲的八地以上啊，为什么八地以上看到了？明心见性，究竟见性，圆满见性。八地以上，七地以下呢？发心大事，虽然讲见性，未当讲伊也无见性。为什么无始无明等咯？啊，就见性啊！自性就现前，虽然现前无圆满啊，佛的经常用的牛做比如。我们用你体会啊，啊，吹沙吹四个礼拜啊，吹七吹八一半个，月亮一半，十五是一个，完本呢。啊，这究竟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对月白、半月、满月，拢嘛看到了，这叫究竟圆满。那、啊、菩萨《华严经》上讲的啊，我这里的位处是圆教。头前十个位处无看到，跟咱同款，听讲啊，无亲眼看到，后初住以上看到咯。初住菩萨看的是什么款呢？月牌啊，咱亲像这个吹二吹三的月娘月牌啊。那是诸菩萨看到的，是平，是回向，是地。那看到是半个，都爱搞顶角、苗角，才真正会看到圆满。啊，只是好欠缺的拢无啊。满月啊，妙觉位啊，看到了。啊，十四、十五、十六，日光啊，拢差不多。
就那像十字、顶角、庙角，啊，看到不咯？嘛是也精雕咯？为什么？但是讲断无始无明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断咯。每一位发心菩萨，拢嘛到达这个地位。啊，如果那是讲无明习气，诶，只有妙觉等清气咯。顶觉也有一分迷失的无明烦恼啊，习气无等啊。啊，所以呀、啊，伊呀、啊、都无办法离开是不脱，妙觉如来，伊就离开是不脱啊，是不脱无看到咯，伊去都伊去呀，伊去上是讲去呀，那上是讲是发心，那用的上是讲。这是啊，这一体啊，咱讲世出世间一切法是一体。经文呢，这句呢，比什么都较重要。咱没就啥，没认为是一体啊。我唔是你，你也唔是我，咱两个哪会变作一体呢？真正一体啊！来用的相继功啊，都一体啦。相继功无不即现相，无念头精神现相无啊，嘛无自然现相。那也现一切法。林大师所讲的人生万法啦，那个心就出现了。那心一切万法未当啊，讲伊是有，为什么？万法是幻想啊。无一法是真相，佛法里面讲真梦的标准，是不生啊，不灭，永远存在的，这个真实啦。只要有生灭，唔是永远存在。拢是假呀！啊，咱会当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一法是真实的。这法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伊是对法性变现出来，无生灭。所以啊，你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都是无量功。那无量寿永恒存在，永恒不变。是不好，一切诸佛刹土拢比袂着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无法愿呐、啊。极乐世界永远存在的是四十八愿组成的，
你把道理弄明白，你就相信这些思想，这些思你就相信了。叫做世界是咱的自性变的呀，是奉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咱今仔日住在这个娑婆世界，嘛是自性变的。啥人自性？家己的自性啊，自性是一个啊。那上加一切诸佛同款，下呢？六度众生。同款，那众生、魔鬼、地狱，同一个性啊！啊，佮外面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今仔日讲，咱仰望太空，无量无边的星球，拢嘛是自性现的，无一个唔是啊！但是咱会看会到，听会到。会接触到拢嘛是，全拢嘛是阿赖耶的变现啊！诸行所生啊，所现的，是是不脱啊，是不脱内底无生灭的现象啊，所以也是无量寿。但迄个无量。古代的嘛，佮称作无量而无量。为甚物？伊一个立相即空啊，就无咯。啊，无立相即空也有，永远存在。一个立相即空啊，就无咯。立相即空是啊，真正得到大自在。啊，众生有感，自然有应。这个应呢，应着现象。都是灵性万法咯，无感啊，伊都未现，上都无去了。所以自性啊，无问现，无性灭啊，来啊，才无性灭。这还怎样啊？来也是妄心，唔是啊，真心。妄心对对来，对真心来啊。所以液体是真心，相呢是妄心，妄心就是分别心嘛，妄想啊，分别执着啊，是这个呀、啊。啊，妄想，那那个叫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总是妄心嘛。真心相是讲来对无。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呀，虽然现一切法，什么嘛无。那这是正着究竟圆满发心的诸佛如来，众生有感一现象。伊有起心动念无？无啊！真正无。有说法无？无啊！有现心无？嘛无。确实是无，无这念头。无是无明烦恼登去咯，哪个烦恼登去，习气嘛登去咯，这较听无吼、哦。这啊，这是啊，诸法实相啊，究竟圆满的啊真相。啊，这几天，我先问技师在讲起心论，起心论顶面对这个问题讲啊真详细。大家啊，详细去听，啊，就有趣味啊。为什么？真正弄清楚、弄明白，万年再放下，一点一丝毫都无弄清楚啦，
你还阁会有各己迷失的障碍啊。啊，无放下啦，这是正常的现象。你甲看，是佛陀内面发心菩萨对正道不错啊，也都是咱咧讲的。对，伊也都是讲，代替在我明心见性去讲啦，开始，伊也已经都是发心菩萨。第十八套多偌久呢？三个阿僧祇劫，咱看起来呢，天文数字啊，太长太长了。啊，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创什么呢？第十八套来对，丹台啊，无明时期长进。无明是去无办法通断的啊，只好随伊在一起，卖去差别啊。呀，佛伫咧讲经，讲到这个代志，甲咱做一个比如，但习气较听无啊，什么是习气啊？佛用酒干呐，对酒的酒干呐来做比如，这啊酒干的酒干都清气咯。用啊，打包改切个清清气气，确实是无酒了。鼻看麦有味，系叫做湿气啊！啊，这湿气什么时阵无去呢？你无办法，堵嘛堵未去，只有甲干那挂拍开，放伫个所在，放上半年，放上一年，过去甲鼻无了。爱藏遐久的时间啦，啊，咱啊，这个阿赖耶都像一间酒干啊同款，啊，必须都甲干啊挂拍开，可以慢慢自然啊，都无去咯。偌久的时间，唔是一年哦，唔是两年哦，是三个阿僧祇劫啊。啊，无咯，啊，都是妙伽如来啊。要有一点啊，就顶个菩萨，注意想看麦，化身菩萨的是不妥啊。底下咧拍酒干呐，哎，什么呢？这是自性，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都拢无，哪会讲有分别执着？哎，无啊！啊，咱今仔修行，凡夫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嘛有啊。这叫做啊，六道凡夫啊，这内面。啊，大类烦恼，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伊呀都超越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太苦了，未当唔知呀。啊，咱特别生存伫个乱世啊！哦，咱个感触上介深。古早时阵太平盛世，无容易感觉到。啊，咱生伫乱世，连念念嘛拢嘛会去感触到。啊，感触到安怎呢？这些业不三生，家己无能力来断啊，无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个呢，确实是无容易呀、啊。
啊，你是安怎去拄到净土法门呢？啊，你那会知影讲有一个阿弥陀佛呢？有这叫做世界，太难太难了。别千万家难做母啊！你哪会去拄到呢？啊，这个地球上的人啊，拄到人未少啊。为什么？现在网络啊，卫星电视传播，所以啊，拄到机会都真多，非常殊胜。但是安怎拄到了后，你哪会相信呢？这个法门难信即法啦，难信你会相信。真正都是啊，难能可贵啊，太殊胜了。啊，海贤老和尚给咱表法，今仔都是啊，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莲池大师的念四字阿弥陀佛。对啊，往生叫做世界，对啊，离开六道轮回，对啊，离开十八界，这真正得到了。啊，拄未到这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你拢拄到了，你阁真认真学习，你啊，一定开悟。我拢是小我，无可能大彻大悟，真不容易啊！唯独这门啊，就像中头奖同款的啊！那无量无边的人在这地咧抽奖，你得到头奖。啊！只要你抓到这机会，只顾好好念到底，真正想要往生啊！真正想要亲近阿弥陀佛，我愿度众生。你有这慈悲心，无智慧，无能力，无神通是袂当度啊！袂安怎呢？先去极乐世界。那到极乐世界呢？你的智慧、神通、道力，道力就是这里所讲的十力四不畏、十八不强法，你拢总具足，跟阿弥陀拢同款啦。啊，你都有能力，你是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里面，都一个所在有有缘的众生，你拢知影啦。大愿起心动念就是感，伊跟你有缘呐、啊，你自然都会有应，你不起心不动念嘛会应，伊现身说法啦。也帮助人生就因啊！你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离开无？啊，无离开啊！不离当初，成就一切有缘众生啊！啊，只有这门才做得到啊！除这门以外，无第二门咯。
啊，这个所在讲的，这就是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尽地尽见呐。这个第一个见呢，是不得已来讲的。有地无？有见无？这念头无？无啊！这也知影。咱今仔离袂开有知有见啊，真正离到这个境界，伊无知，伊无见，把这无知啊，无所不知，啊，把这无见，无所不见，都是啊，真知真见呐。呀，这内面含的深意，啊，就是甲咱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着想啊。那钢筋教下未着想是未用哩，人听无啊。但是家己也是唔通着想，家己着想就害咯。啊！你也够有知，你也够有见，你也够有说，还什么六道啊、凡夫啊？然后菩萨啊，讲人呐，讲经，无知无所不知，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释迦牟尼佛都是安尼啊，所以啊，我常在讲，佛经有意思无？叫你念，你就老实念。为什么想讲这什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啊，拢落地有知有见来对咯。好啦，无知无见才讲会出来啊，那来当去接受呢？无知无见就会完全接受咯。那到离开我，你啊，明白咯，你认同咯。这部经讲一百年嘛，讲未完。为什么？搭你搭久啊，无容易啊。啊，佛讲的呢？佛讲是随机应教。啊，上君临上君的这个教法，上君临啊，中君的教法，下君临呢，下君的教法啦，拢总可以啊，得到利益，拢总会可以啊，心欢喜心。啊，大彻大悟，必须得爱得明心见性，必须得爱得啊，无知无见啦、啊，啊，无知无所不知，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啊，所以啊，伊啊，无为啊。如佛言，佛是公开甲大家讲的，我是一切净地林，我的安稳，你无所谓。在大众中做师诸号，能转法轮，做沙门、婆罗门、天行、魔。还这啊，还是还王六合五种是不能转，是一切地无所谓啊，任何一类的众生啊，你看这个讲的沙门啊，沙门是出家人，
真正修行的人，这我何来对讲？凡有沙门华严昆色，昆修啊盖定慧，是别贪嗔痴。即地讲呀，昆行众仙，知邪诸恶，这称为沙门。啊，所以唐文弼讲，大乘佛法会救这个世界啊，凭什么呢？就凭这两句话，就会救世界。这是真的啊，不是假啊！你令昆行众仙知邪诸恶。那这就好咯，天下太平咯。啊，现在社会呢，不行众仙，昆行诸恶啊，知邪众仙是啊，现代社会啊，咱来看清楚，来看明白啊。啊，都是背离，都会救世界啊！啊，但是不是假啊？世出世间一切大众，全部拢包括。啊，沙门是出世间，婆罗门以下，这拢买世间呢？婆罗门是世间修行人，印度教呀。啊，天神啊，魔啊是指阿修罗、罗刹，这也属于魔天，有盖天、色盖天呐、啊，无色盖天。啊，具有无量无边的大众众生啊，跟佛未能比的。佛的所以这法，随机应教，伊也拢会教。所以啊，是啊，一切地无所谓，无地无所不地，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这个啊，在讲一切地啊，这个地四种无异的，哪一对呢？第一种。啊，第二种老金无所谓，老是烦恼的啊，大明俗老金家也也吧，是死啊，古今呀。也是未歇啊，是指梦想分别执着，这拢是未歇啊。那业是造业，未歇才会造业，未歇的人都未造业。佛家发心菩萨实现在这世间上摄下摩尼佛跟我们讲经说法49年实现住世79年，
啊，咱中国人算虚岁，讲八十吧。外国人讲释迦牟尼佛七十九岁过身呢，但伊是安尼讲呢，拢无讲错啊。啊，起心动念都是未歇啊，分别是未歇，执着是未歇。啊，起心动念都是无明烦恼，分别是颠杂烦恼，执着都是见思烦恼。这是啊，作业啊嘛，啊，作业啊都有果报啊，果报都是生死啊，六道轮回的生死啊，十法界的生死啊，佛隆重等经啊，伊未灭晓，伊不分别，伊啊不执着。因为作业吗？伊呀、啊，现身为作业，伊说法为作业，为什么为作业？无说理说，说理无说啦。伊的说甲无说是为顶好呀，是平等呀。啊，为什么呢？真正都无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安怎讲出来？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对自性当中流出来，那那不是，那是对自性通过阿赖耶流出来，这就作业咯。啊，阿赖耶来对无善无恶啊。善心数十一个，恶心数五十一个。这说明安怎呢？六道众生做恶业容易，做善业难。为什么？善业的力量较弱啊，恶业的力量较强。还没安怎呢？中国古圣先贤佛教还没传到中国来以前，敢有佛菩萨在中国大众生的肯定是有啊。那诸佛菩萨，即讲发心菩萨，多有缘众生，随类发心。中国人真爱圣贤，伊就啊发圣贤的心。但印度人较爱佛菩萨，伊就啊发佛菩萨声闻心啊。无同啊！但有一款地区，伊相信上帝，伊相信天师啊，伊就会啊献神上帝的心，献天师的心啊，所以啊，宗教是一家啊，众神是一体啊。啊，咱甲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体啊！这还承认啊，真的不是假啊！啊，因教咱这个方法，咱过年会响的咯，马上就用得着。用在多位，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顶境界。眼见色，
佛菩萨怎么见呢？佛菩萨见你不见，安怎见你不见呢？这个看，目睭是闭开看破了，是什么记忆啊？不见你见，啊，不见是无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什么？不坐地慧呀，无动心，无起心动念，佛地佛见呐、啊，起心动念是妄心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未通过阿赖耶。你看到的是真相，通过阿赖耶看到梦想，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我介意，那个我讨厌，这个我想要占有，我想要甲控制，啊，就自业咯。从这念头就自业，厌恶啦。动作啦，那就做严重的业咯。无论是轻是重，全部拢有古背啊。起心动念都是作业啊。古背感应着你的这受用先因啊，是天道。大福音是三木道。啊，林道是修中品十善，上品的五戒。五戒十善领导啊！啊，咱今仔日领导五戒十善拢淡个清气啊，无爱。咱现前也是啊，妖魔鬼怪啊，将来会去到位咧，肯定都是三木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经啊，每当一讲无读啊，无读咱就会变做一个痴迷啊，变做臭鱼啊，连作业都唔知，这偌可怕！读经，经帮助咱光明出现啊，啊，好咱看到。明白咯，知影讲要安怎转恶修善，转恶修善，究竟圆满的转恶修善，都是一句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甲咱做榜样啊，伊是究竟圆满的转恶修善啦，忏度业障。佛言是愿，你敬诸佛，咱问看卖，我对一切众生有恭敬心无？啊，我对花草树木有恭敬心无？恭敬就是礼敬啊。我对山河大地。有恭敬心无？无就对不起地球啊！啊，咱伫地球上居住就对不起伊啊！树木花草美化着咱的生活，咱对伊若无恭敬啊，就对不起伊啊！啊！
地主过来都有讲，凡是人皆属爱，啊，咱有讨厌爱人无？有无喜欢的人无？有怨恨的人无？人讲有，拢错了。你啊，虽然是学佛，你学的佛啦，无落实伫生活上，落实伫人事上，那什么心态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我对佛安怎恭敬，对一切众生都是恭敬啊。啊，咱对佛，咱看到都爱呀，三拜呀，啊，每一个众生拢嘛是佛，我对人是安怎？对人有礼貌，有爱心，安就好了。呀，外面呢，随俗啊，即卖大家咧，伫咧见面啊，见面就点头，就恭啊。啊，咱若做教就好啊，这叫做行善众生，随喜功德啊。啊，每一个时代，这理解拢是无同。啊，中国每一个朝代拢有礼乐。你看，你从五四都看到了，但是呢，民国成立到现在无这类作恶，哎，都随顺大众咯。啊，先来随顺，不先都唔通随顺，安得丢啊！呀，佛，佛，为迷信，为造业，所以啊，你心事了了了，一日不生不灭了。肉体搁伫这世间，肉体也搁是有生有灭，跟世间人同款。并无特殊啊！如果特殊，都给人惊到了。那惊到呢？你的身体不生不灭，啊，阮有生灭啊！你是佛啦，我唔敢跟你学啊，学未到。也是现实跟你同款，你的生活我嘛会当生活，是这款道理啊！啊，所以。伊伫大众当中，伊讲灵转法轮啊，转法轮都是教学，有德行，有智慧，也啊教化众生。佛法内面用转法轮来比如教化。这意思真深吗？轮代表是圆满相，有啊圆心、圆周啊，心甲周有心联系，显示啊也是一体，代表整个宇宙，宇宙像一个轮同款，真正呀、啊，整个宇宙拢嘛是动的，唔是静的。啊！现在科学渐渐对也当理解咯。所有的天体都是星球，无一个唔是咧转动的，无一个是停伫个所在，无啊！整个宇宙拢嘛是伫个动当中成就的，只因咧啊，静就是发心啦，就是上集光啊。如上集讲，以外拢嘛是动的。
也第三个，第三个无为，说众多啊，无所谓。将来复发啦，都一看将来复发呢，说必无为啊。我是华都，我个华都，将百姓都之患啦。佛灵说，为什么佛对这众生清楚明了啊？一点也未迷惑啊！啊，伊用什么来讲呢？用什么方法来讲？有人知影，佛能说，佛未种爱因，为什么？这是业力啊！现在魔法真多啊，四季拢会看到啊，时时拢会去看到。啊，以前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魔现一个啊，外面的环境是什么呢？宰相名是谁呀、啊？这物件在外口诱惑你呀、啊！啊，古魔的边啊，帮助你要安怎去收钱？现在叫竞争啊，如何去占有？如何去跟别人斗争？啊，现在讲竞争、斗争啊，加战争，这种也是魔。性高衰了，魔的力量大了，魔太衰啊！啊，性多未当兴旺。社会大众，我认为魔说的是正法，宗教所说的是迷信，不相信咯。这啊，咱来知影，啊，佛说，我说正法。我的安稳，的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灵转法轮，诸沙门、婆罗门、六天魔幻、六合无常，是不灵转，是为说众道无所谓。佛今那日无人甲伊啊斗讲啊，今卖阁留落经典，经典呢也阁伫咧，还是经典的人少咯。真正理解的人啊，无多啊。啊，真正理解，爱靠今仔日读诵经典、研究经典，会用哩未？未用哩？为什么未用哩？
我讲啊真清楚，佛法无人说，水滴无人解。这句话重要啊！世间聪明智慧，跟佛所说的是相悖啊！伊哪会了解啊？佛所说的啊，所以啊，这开经济顶面讲啊真好。凡界如来真实义啊，不容易啊！无相信亲密妙法，别千万家难做故，无见见闻得修持。凡界如来真实义，那啥人会当解真实义呢？啥人能说？法身菩萨能说啊，都、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会说，无明心见性，会甲经讲错了。啊，这个就知影讲，古人讲经，古人著疏，甲经主做主解，甲经主做主解，条件就是爱代替代我明心见性。为什么？你看到事实真相，你未去讲错。你真正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义，你也会当教化众生。那个你有缘呢？什么款叫有缘？伊相信你，你讲的啊，伊啊未怀疑，伊会接受，伊啊依教奉行，这叫有缘。那无言，你讲搁较好，伊无想要听，伊听见会度孤。无言，无言就唔免讲咯。什么时阵言生息再来讲啊？佛度众生还是无量劫的，那唔是第时间无量劫，无论你伫倒一倒，佛拢知影。佮佛拢有感应啊，所以佛伫三摩陀众生度化，现什么心？现动类心，伊是一只狗，佛菩萨嘛现高心，佮伊做伙，即当度伊啊。啊，伊是狗侠，佛菩萨现狗侠心，去狗侠修来对去度伊。现动类心啊，啊！伫中国现中国人的模样，伫印度现印度人的模样，啊！我爹妈了解，看到一间这个佛店。这个佛殿，殿面有三十外尊的佛像，拢总是啊，释迦牟尼佛的像。三十外种的相貌啊，拢嘛无同，服饰嘛是无同。我详细一看，下面有标志啊，这是中国的佛像，日本的佛像。韩国的佛像，每一个地区的佛像都无同款啦，
这趣味啊，是什么？佛的化身啊，在多一个地区，就现迄个地区迄种的种族的人特别亲切啦。未当讲啊，现一尊像啊，所以千手观音头壳顶有三十二个面孔，叫三十二应身。啊，用于什么心得多，伊就现什么相啊？这下咱来了解，咱虽然袂当像火迄款呢，有啊，六神通的变化，变化是心足通啊，咱无啊。但是咱了解，就爱重视啊，因为啊，习俗啊，因为传统，因为文化背景，用一颗欢喜的心、尊重心，跟伊往来，伊就欢喜啊，伊就接受。那讲是甲中国这套物件拢总搬去。真恶啊！接受啊！啊，所以伫国际上弘化啦，一定要明白这道理啊，尊重因的传统，尊重因的文化，并且对他和睦相处啊！啊，用数量略多。教化众生啊，啊，最后说尽苦道无所谓，啊，尽苦道。能说尽诸苦之道法无所谓啊，甚至拢包括咯，一项都无漏去啊，是什么呢？苦，欲道苦，三界苦，人有人的苦处。精神有精神的苦处，啊，高下有高下的苦处，诸天也有诸天的苦处，甚至这个行为严格，因啊无离开十法界，嘛有苦处啊，比人家轻啊。佛拢总会啊，断尽啊，离苦得乐啊。那这点呢，咱嘛要家记在心内。问咱，你的学佛，佛是什么？你要安怎答复？咱用啊最简单的方法来个答复。分啊是教育，伊教什么呢？教咱啊离苦得乐，啊这句就好咯。那无论你是倒一道，无论你是受什么款的啊苦。佛拢会帮助你离苦得乐。啊，苦有八万四千种啊！佛离苦得乐的方法嘛有八万啊四千种，对的啊。
阿佛为什么会有这款能力？佛知影事实真相啊，靠对倒位来，佛知影，你家的因甲长期过都无咯，各项问题解决了。那因是什么？因啊，根本的因，最坚固的因，贪嗔痴三毒啊。啊，咱有佛，会当甲家己的三毒甲背掉无？三毒哪不一条？过得久了，落得罪了。啊，为什么呢？不贪、不痴、不嗔呐、啊？啊，这都是三贤君呐、啊。那三贤君多好，你是快乐。三毒呢，大好你是苦恼啊！如果我加着五万怀疑啊，都、就是五个君，五毒，贪嗔痴慢疑啊！啊，外面爱玩的六顶，色香香味触法。哎呀，远离！为什么呢？无远离，你就会造业。啊，业就都叫共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啊！未当出六道轮回啊！未当出六道轮回，你啊，当苦，无当个究竟。啊！离开六道轮回，长久经苦，永远袂阁受苦咯。地球经乐啊，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得到的究竟乐，迄、那个所在无苦咯。一切苦的名字拢嘛听袂着咯。啊，我那有熟悉，这个啊，只有佛会当教，只有佛会当说啦。我唔来当教咧，伊家己做出榜样啊，互咱看，咱看到咯，啥人愿意啊，过佛的生活？不过人啊，好太苦了。你看你中一时就还一宿，三一一八，什么都拢无。但伊到底是什么款人呢？伊从主出身呢？伊若无出家，伊会做国王啊？世间人所求的，伊拢嘛得到了。拢总个下掉啊！十九岁出家，啊，咱实现放下烦恼，皆是烦恼啊！放下烦恼，一放下烦恼了后，去学习吧。印度在那时候是这地球上的宗教之国，天下亚之国。但说实在话，因为天下的宗教超过中国、啊、所以佛降生在印度，无降生在中国、啊、中国用圣人的身份出现，啊！圣灵讲到最后，
无甲生死问题解决啦，佛最后是甲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啊，都是依家嘛，无同款，根基个感应很无同啊。啊，要安怎才会得到究竟乐呢？修改的定慧，不啊，贪嗔痴。啊，这是帮助你永远离苦啊！啊，乐是什么意思呢？啊，乐的东西可顾的后面啊，乐是假呀，或是真的。无人知影。我所作所为，是得到真乐啊，下大苦。那真乐是什么？清净无为啊。禅定是乐，在定中无起心动念。慢言放下，哪个恶业未做，善业也未做，善恶业也拢未做，去到位去咯，超越轮回啦。轮回来对头是善跟恶啊。啊，神王的生死簿，也是阎王掌管。世俗啊，所讲的，有这款代志无，那卖去执着啊。有也好，无嘛好，理想讲会通。啊，对人有好处无？相信有好处啊。为什么唔敢去恶念咯？其实恶念有人在那里记录，记得很详细啊，一条都未漏去。死了去见阎王，阎王拍开生死簿给你看，啊，这拢嘛是你做的。啊，五鬼地界啊，就是这业力变现出来啊，你无这业啊，看未到。姜太炎先生做东岳大帝判官，判官地位也是真高咯，相当咱这个啊秘书长。东岳大帝管六个省呢，啊，六个省人动物知识都嘛归伊管。秘书长是第二位的啊，伊去做这个判官是代理的，大概判官有代志未当来上班啦、啊。这啊，姜太炎去代理一个月，啊，伊是误会咧，都想着讲。地狱内底有炮烙的这刑罚，就是当挑小红红，何人去干摸？伊讲啊，这刑罚啦是太残酷了，不人道啊！是不是当改废除啊？啊，当阿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伊去呀、啊，讲你去看卖，伊去现场去看，等来再来讲。那小鬼甲伊带去现场，
甲伊讲到底咯，伊看无，马上就想起来啊，有法内底讲呀，地甲也是业力变现呢，你也无这个业力啊，地甲伫你面前你嘛看无，所以啊，就未过来讲起咯。啊，咱今仔日现前业力所背是领导，鬼道、地狱道、修罗道、魔道，咱拢看袂着啊！是倒位啊？拢伫面前啊，就在当下。就像咱看电视同款，屏幕是一个，频道无同啊。咱这是领导的频道，甲起落去，领导现前啊，轨道甲起落去，轨道就现前啊。地角刀甲起落去啊，地角刀就现前，就在当下咯。这科学家讲的啊，空间啊，位置啊。无同，今仔日科学证明，空间微处至少有十米长啊！所以佛经《大乘经》上讲，即在当下上讲呀，伫倒位啊？无空间，无时间，空间甲时间。别发明文论来对，俗语物相应行法啦。物相应行法是什么意思？用咱现在话来讲，抽象概念，唔是事实啦。所以事实无恒均，有的世界是倒位，都伫即地啊。呀，地家都伫倒位，嘛伫即地啊。管理起都是频道，隆重啊，隆嘛显示在一个屏幕顶面，这个屏幕叫做双极光，这个啊屏幕叫做清净法身啊，法身是一体啊，十方诸佛如来历来隆重是一体，对于这所显出来。无量无边的十部庄严土嘛是一体啊，对于十部通过阿赖耶识变现出诸佛如来所教化的十法界六道轮回嘛是一体啊，这个啊，这讲真话，这不是讲假啊。一体，呀，一体内底敢有是非善恶啊？无啊！呀，一体内底敢有吉祥祸福？嘛无啊！所以你来问佛、问法身菩萨，跟你讲，拢总拢嘛无。呀，唔过你那是要问三贤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伊跟你讲有啊。会跟你讲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咱这个世界西面十万亿佛国土那边，也按你跟你讲，你们发心菩萨也跟你讲，就在当下，频道啊换了，啊，所以啊，了解真相，机密无穷啊。啊！宗爱人的人，诽谤人的人，陷害人的人，人家事实真相明白了，责怪伊袂咯。
啊，因为所作所为是个业啊。咱知影是假啊，假安怎笑笑就好啊，未接受啊，啊，无介意啊，诽谤咱的遐话，放咧心内，迄下气几落工啊，拢消未去啊。啊，像食亏啊，两面拢嘛有业咯，伊嘛有恶报，我嘛有恶报。啊，听了后假啊，啊是一体啊啊。我饿了也没啦，我讲你这地，讲饿呢都没啊，啊你应该原谅伊啊，你何必跟伊计较呢？伊啊那是讲饿，马上啊都明白了，哦，原来啊都、就是啊一体一生灵。啊，咱来承认啊，变化界、虚空界还是一体啊。所以华严啊，顶面讲一切众生，包括盲堂高下、地间五鬼众生，是一体啊，一切法。是讲这诸行变现出来，啊，灵现灵性啊，是诸行完全拢嘛同款，诸行呢就像电视的屏幕同款，一片光明，什么拢无，这都是发心，这都是发心佛。包括转污丢佛菩萨到地界众生，啊，山河大地、九百灰草，拢总包括了，一花不老啊，一体啊。啊，未迄个人，佮未迄个人相拍，无奇怪啊！讲我的人，佮未迄个人相拍，哎，才奇怪了。诸佛菩萨讲我了，伊佮啥人相拍呢？伊佮啥人袂得假呢？偏偏大藏经找无这款例啊！阿罗汉有啊！为什么无明还的无灯？观高菩萨有，嘛是无明还的无灯。无明还的灯的人，肯定都无。这还怎样？咱都要进修，进修啊，得到真乐，得到真大自在。那都是。我想见起来对边见啊婆罗新见婆罗是无我，他真正体会到我跟万法同一体啊，如中所讲的天地无我同根，万物无我一体，罗主宗主今天就是发心菩萨再来啊，你讲得出这个话，那不是发心菩萨就讲不出来啊，真正是一体，咱常看到对方跟我是一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都没了，伊啊，都是讲分我，啊我，无了我，我嘛是会当忍，会接受啊。为什么伊袂啊？饮酒饮醉，起酒笑，人是好人。等甲伊精神了后，伊完全拢明白，唔通
敬怪伊啊，来原谅伊啊。讲原谅，已经心都无清气咯，魂裂都拢无，这才是清净心嘛。啊，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感悟未灭啊。哎，不是啊，大觉是啊，小觉阿罗汉辟智慧的感悟，但是都有真正殊胜的作用了。星星啊，世世界的这万千债主全都化解。为什么你心里头无啦？清净啊，平等觉现前呐、啊。啊，有完清这主呢？啊，完清这主凡夫才有，什么应该有，观高菩萨有，就是讲无离开十法界有，叫我十法界往生到十不脱拢无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嘛也无啦，为什么？阿哈品往生，同基土的，到极乐世界，拢嘛是啊，阿维瓦帝菩萨啦，阿维瓦帝是发心菩萨，发心菩萨的心地清净，一点啊，两无都拢无，平等啊，无丝毫波动。啊，平等，慧能大师开会时阵第四句讲呀：“无机诸性本无动摇啊，无分别咯，平等，无执着咯，清净。”这才是正发心啦、啊！你看到的物件，也够介意，也有讨厌，这是染污，这是无清气啊！比这个关一级咧，无染污，你要分别，无执着，你分别伊，要有分别。诶，修行，还不是大行，大行无分别啦。正宗法门妙，海贤老和尚的功德啊，应书籍爱较接看，你哪样看了一千遍？我相信你有啊大幅度的提升啦、啊，那真可能会提升到发心菩萨的境界。为什么？伊安怎看人？伊安怎看万物？啊，伊讲一切众生拢嘛是阿弥陀佛啦，那一切万法嘛拢是阿弥陀佛。变化界、虚空界，除了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拢无。这也都是海贤老和尚。你呀，敢会尊敬伊呢？阿妈外人、诽谤外人、侮辱外人。拢总是阿弥陀佛啦。那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安尼教他我？伊未啊，伊无讲我，未是一时啊，讲我是永恒的啊。那像啉酒醉同款，
没啊，只有几小时啊，几小时了后清醒，无代志咯。啊，咱对于礼敬，咱啊对于赞叹，咱啊对于敬仰，正确的啊。唔通讲伊觉悟啊，我是一种态度对伊，伊未兴咯，我是另外一种态度对伊，未用你啊。啊，永远用觉悟来对待这些未去颠倒的众生，乃至有蠓虫狗虾这些啊，小动物。啊，六都是一体啊，诸佛也是一体啊。这是有情，无情的星球啊，嘛是一体，无就是一体。啊，无空间，无时间，拢总即在当下。啊，这款心态呢，有佛呢。进步得真紧啦，提升也真紧啊！所以，将来军、敌人军，都是把身体当作我，唔知讲这个心是阿弥陀佛，唔知这个心是变化界、虚空界。独一无二的法性啊！啊，法性所生所现，伊阿个是法性啊！啊，唔是阿赖耶的三世相啊！啊，咱今日完全啊灭了自性。个阿赖耶的这个啊三世相当作真呢，物质现象、肉体、阿赖耶啊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念头一下一刷一下，无停止的，无量劫来到今啊哩，拢无停止。以后也阁是无量劫，未安怎呢？啊，无停止的相续相啊，前念灭，后念生，那是心理现象，心的现象，伊啊是假啊，这个现象人生不值，所以讲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相生啊，那心相对业生的啊，阿赖三世相，第一个是业相啊，转相还是念头，境界相是物质，物质是对啥来？精神来，精神对业相来，业是什么？业是动啊。大一点不觉啊，一点不觉，无理由，啊，无时间，啊，当时起这一点就在当下，啊，无记起未来，无处改他方。啊，这念安怎起来呢？你的心动了。哎呀，对于什么所在呢？什么原因起来呢？麻烦了，妄念上啊，佮加只妄念，永远都拢无答案啊！要安怎？卖去佮插伊就完了，问题马上解决。都觉咯，但你若去对问，这一点对都未来，什么原因来？未上过加未咯？
到时阵无代志啊，什么拢无，这片就讲上就讲眼前呐、啊，这叫做大彻大悟，这叫明心见性，这叫实力啊！啊，事无所谓。啊，所以这段阿明讲，如何言？我所说性道，能出世间，能尽诸苦啊！出世间，对出离十法界，啊，能尽诸苦。是法界里面的苦，包括世间，就世间，世间是六道轮回，就世间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是法界佛啦。啊，宁静诸苦啊！我的安稳，安，人讲平安。稳是稳定，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句都是安稳了。啊，得到了，真正得到了，所以啊，一无所谓了。在大众中做师诸号，能转法轮，会当为大众教化大众，讲经说法啦。啊，做师诸号就是讲经说法，诸沙门。婆罗门，沙门啊是佛弟子，婆罗门就是一款宗教的信徒。所有宗教，伊代表所有宗教，天道、魔道、梵天、六合五种啊，这后面的这句。全部拢包括了，是不能转。伊那实在无办法，为什么？无见性啊，无觉悟，无见性，是为说尽苦道无所谓，第四种无所谓啊。啊，佛灵说啦，你看到了。你将阿掉，你讲伊超越咯，所以伊会当啊帮助咱离苦啊得乐。哪讲离这世间苦，这个啊世间你那认识伊啊，大家拢认为富贵啊真乐，贫贱啊真苦。啊，富贵能实现，富贵不乐啊，贫贱乐啊！你看伊三一啊一博，你中啊一失就还一少，四季甲人讲经说法，快乐无比啊！啊，身心健康，永远未破病，你偌快乐个、啊！一生啊，这个都三一八一卦一无所有，无得心啦、啊。那离开家庭出家了，无家内啊，
有一个后生罗和罗，伊嘛叫伊出家做沙弥咯。伫这个世间无丝毫牵挂，就叫做尽乐啊。只要你有牵挂，你啊都有苦。无牵挂，这是尽乐啊！啊，无牵挂，人常在定中啊。行住坐卧，拢嘛在定中。啊，定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定啊。盘腿坐坐遐是定，走路嘛是定。啊，从什么拢嘛是定中，定生智慧，未生烦恼啊！啊，烦恼都是有牵挂，有忧虑。啊，心内有真多代志啊！佛发心菩萨，心内拢无代志，什么拢无。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呀呀，啊！咱学佛的目的，就是离苦得乐。那为什么有一世人，伊未当离苦呢？你像苦愈来愈多，而就是讲无放下啦。啊，佛菩萨有实现在家真多啊，特别是这经上十六经书啊，莲花顶啊十六经书，拢是在家居士，什么地位呢？顶格菩萨啦。但因拢有个人的事业，但迄个事业是安怎经营？作利无作，无作利作。经营肯定啊，拢嘛是用佛法，但用什么？三规十善，有婆罗蜜，有好经，啊，数念法，菩萨啦，有婆罗蜜，用这个来办事啊，来经营各种的事业。心内的清清气气，作利无作，无作利作，心在定中，无一点啊操心的。啊，心内是戒，是定，是慧。啊，所以伊是现身说法。咱都爱一旦看出来，你看世间啊，一个啊，这一般世俗的人，甲有福的人，经营世间同款的事业是无同款啦。一个是充满智慧，一个充满着欢乐，你看人挂多啊，一个心地清气，一定不念。啊，佛法伫多位，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每一个行业拢嘛伫咧。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块。